大伙儿都辛苦了一年了，敞开了吃，敞开了喝，吃的饱饱的，把力气攒得足足的。明年呀，再为咱们野标公社好好的出上一把子力气，大伙儿说好不好？好，同志们，举杯！ 下面一个流程啊，下一个流程啊，开吃。大伙不要笑啊，大发，尤其是你，就数着你最瘦。多吃点啊，同志们有时间呀，多去草王坝走走。草王坝缺水缺粮，又赶上灾年，人家大发呀，硬是扛过来了，还超额完成了公社制定的粮食任务。 大发，好样的！今天你想吃多少，就吃多少，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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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真是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！书记说的对，咱们公社啊，就草王坝底子薄，条件差，哎。 大发，用这个吃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叫大米饭。你们草王坝几辈子没见过吧？过年也吃不上一回。多吃啊，下一回啊，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吃了。你别管，我倒要看看大发他怎么能赢了这一阵。 少爷，坐。这就扛不住了啊？没有，我现在没什么意思。不见得吧？我看你小子现在这个嘴皮子损得很呐，是不是跟王世勋学的？不是不是，跟王老师可没关系。好，坐吧。 是看不惯那些人得意的样儿。我觉得吧，人能犯错，不犯错怎么知道什么是对呢？但你不能丧良心。看不惯，又不能打，心里憋着。徐书记，我知道这么瞎也不对。好，很好，我没说你错啊。不能让笑话你的人舒坦了，这是对的，凭什么呀？
但是你记住了，自己长志气，那才是第一位的，是吧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打不了，嘴上也不能输，这叫文武双全。长志气的机会来了啊！一直没得空告诉你，你骑马游街的时候，县委打来电话，太阴山那边的军管彻底结束了，你们上山休渠的申请也批下来了。批下来了？批下来了，能休渠了？那，共产党好啊！共产党好，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，说得到，做得到。钱呢？什么钱？你答应多给些钱吗？说得到，做得到。去去去，得寸进尺你！现在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才抢回的损失，你跟我要钱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在省委的庆功宴上吃的什么？我们吃的是窝头，那给你们吃大米饭，那就是因为看你们基层工作更难，还不知足。生产这块一直是陈副书记主管的，我打过招呼了，不便再插手了。明天一早去找他吧。我替草莽全体乡亲，谢谢徐书记。哎，这个应该谢。你小子替全队人吃大米饭了呢。多亏了这个老关头，要不然我都不好意思放开了吃。去你的！今天吃痛快了。永红，水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哎，谁干谁笑啊？来了。哎，洗完了啊？哎，洗完了。哟，谁干事啊？听说草莽那修渠的事能进山了？嗯，批了。给钱没有？有点吧。黄大发什么时候有钱啊？明天上午有个办公会，应该是。你记得啊，这件事啊，你必须得帮我。哥几个都记住了吗？记了，咬死了，别松嘴啊！大伙儿都有好处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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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。哎，王大妈同志，喝水。谢谢。啊，坐坐坐，坐啊！哎呀，你们大队的这个情况啊，徐书记已经都跟我说过了。啊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你就在生产这一点上无懈可击，好样的！啊，谢谢。谢谢陈副书记。但是，你有没有缺点呀？有，你不会否认你有缺点吧？肯定有，我不否认。态度还是不错的嘛。是人嘛，就一定会有缺点。我跟你说这个话，有可能你听完都不会相信，连我都有缺点。我信，我相信。起来。哎呀，成绩呢不提跑不了，是，错误不提不得了。你这个人呢，最，陈副书记，哎，陈副书记，我们反映问题，你们，哎，陈副书记，我们困难了，你们困难？是啊，你们不是挺好的吗？哎呀，分跟谁比呀？您别看我们凤凰大队在这七个队里头算最好的，可那是瘸子里面比腿长啊。你这叫什么比喻啊？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嘛。我们呢，就是想给石灰厂扩建。您知道，这个石灰厂在我们大队也是唯一的厂子。我们这个想法，不过分吧？嗯，那不过分啊。当然，如果需要的话，
我还可以帮你们提个字嘛。啊，提字多好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眼下，这个眼下务必请社里给我们一些钱，有了钱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扩建。哎，你也可以帮我们提字，但以后我们这个厂就前途无量了。啊，这个要求嘛，倒是合理的啊。说得好，非常好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在这儿就不要鼓掌了啊。我跟您请教，想提高产量啊，就需要好种子，这也是合理的要求吧？啊，你这个那就不仅是合理了，那是必要的呀。这买好种子不给人钱，这不太合适吧？这不是不合适，买人家东西不给人钱，那不成抢了吗？陈副书记说得好呀！哎，我们就等拨款了啊！我等会儿，我什么时候说我？书记，我们樊小牙不要钱，看看人家樊小牙。会上刚表扬了我们今年没吃反销量，明年可不能再倒回去啊！我们也下决心了，再难也不能跟公社要钱呀！听听人家这种觉悟，就想社里分几头牛。哎，还有我们燕回的情况，你是清楚的，你还不能偷着？就是安静！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怎么一个一个的都跑到我这儿要钱来了？陈副书记啊，草王坝要修渠那是好事儿，是吧？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那钱也是好多啊。这好事好钱的，全都补贴到他们一家去了。这社里不能太偏心了，对不对？是呀，是呀，我们就是要能偏心点的，这样不是安静？你们听谁说？我要给他们草王坝批钱了啊？听谁说的？谁看见了？就是啊，有谁看见了呀？陈副书记一定会一碗水端平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钱还没定给谁呢。有钱就好办，我们就有希望。我们勾这实在是希望，您先给我们社里一点啊。好了，别吵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回去啊，让你们的会计做一下统计。凡是队里面70岁以上的，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同志们，我会适当的给他们补助一些的。这钱就是干这个用的。好了，就回去吧。哎，不行啊，陈副书记，都我们队，我说了算。都回去吧，就这么定了。对，啊，对，走。中国，回去吧。哎，王大巴同志，你等一下。王大巴同志，是不是特别恨我呀？没有，我知道，我跟徐书记呢，同为公社的干部，处理工作的方式可能不一致。但是同为共产党员，我们的革命精神是一致的。我怎么能不为你们草王坝着想呢？你看你们草王坝，就提出这个修水渠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，已经好几年都这么过来了。灌溉难，就缺粮食，缺粮食就没有钱，没有钱就没办法修水利，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？那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跟徐书记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。公社再难，也要帮助你们草王坝。谢谢陈副书记。就别谢我了，要谢呀，就感谢徐书记吧。哦，还要感谢党和人民。还有啊，徐书记呢？已经帮你们大队解决了开山用的炸药，钱嘛，公社里帮你们出了。至于其他的嘛，你们就得自己想办法了。哎，我知道难，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还有，这个公社里没有车，这批炸药啊，你们就得想办法自己弄回去了。行啊，哎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哎，这个关于补助嘛。我想办法多给你们大队拨一些的，啊，但是不要声张，好，去吧，忙你的去吧，哎。